怎么不加藏术啊？四毒野怪一头，四毒野怪1.5。 万豪没交闪吧？这齐安娜杀不了。 快！不越呀！ 啊！他不看自己蓝量了吗？霸天炫彩的活动不知道，我不关注这些东西。 到6啊！你不是没闪吧，兄弟？杀他！ 有眼吗？哦，对了，他万豪插的眼，哦，我忘了。小花，然后进化。
你看我这个号遇到这些打野，真的全这种的，他妈的，我感觉有毒啊，我都怀疑人生了。我操，他妈还有大！算了。你要说挺好的，倒也不差，但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突然就这么一天啊，然后就真的是每把都是这种打野，每把都这种的，就跟个人机一样，说真的确实就跟个人机一样。人呢？我操！不是兄弟，你看，他当时我把他杀了，他那个 W 怎么放的呀？这已经不是菜的范畴了呀！而且我的队友异常的猛，我的队友异常的猛，我操！完了，被我奶死了。我感觉我也不好杀呀。这个大不死我。哎，往上往下刷吧。我第一下平 A 就是故意取消的，把他技能骗出来，然后等他过来，我留了一会儿惩戒，他前面一直不过来，应该也是想到我会惩戒兵种，等他那个血量安全他再过来的。你在干什么？
抓上吧，抓上先把这先锋拿了。爱上中路了。他要来上吗？他没闪的呀，打到就死。你这上半区也没东西了。没有眼的吗？啊！死哥不来吗？在里边。哎呦，惩戒没放出来。这钱哪找我呢？我感觉我能秀他。他这个草丛。我就知道你在这里。我靠，万豪去下。对呀。你只要不被控制就能上。五秒弹，还不走？我正好看这个砍倒能打多少伤害，50。加速刀也可以开吧，这个就得动动脑子了。你如果说刚出门有可能要打架的话，那就别开。你要是确定你出门这波是刷野，那就可以开，开了挺好的，但是我觉得用处不大。反而你如果说真要打起来，没有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反而影响挺大的，弊大于利吧。我把兵杀了的，我直接亵渎九头蛇把兵杀死了。
塔姆这人不敢冲我，吃下线吧，吃个下一塔。 我操！没闪呢。491。 我少他个大招眼，我要有大随便打的。啊！出事。 这把这队友怎么还一个个的全部装的是负的？全是血。 这波线应该会有人吃的吧？万豪吃的那没办法，万豪都15了。
我就副系的话，他带啥其实差不多，我就喜欢换着玩。我差30啊。 他这个装备不可能给我秒。万豪的体。哎，这个厄斐琉斯，他这不是送吗？ 有个金身，这人别直接吃我兄弟，现在吃，现在吃。怎么我在他肚子里边还能说他大？ 追死！小心他这个 W， 一个亿1000。 谢谢 CRU 兽的粉丝牌，谢谢谢谢。有猫就算了。 我都出了这个小件的，次元装备就不能改一下？改成魂天的。交装了，交装了。 这样追人的吗？齐亚娜可能从上边过来。 哎，别别别，不用吃，我知道他在这儿的，我故意跳过来的。主席带电线，可以带，但是黑暗收割下半还要加强，以后应该还是主流黑暗收割的。 征服者不玩，征服者玩他有啥意思？征服者应该得出半肉，我不玩半肉，他在这儿。金身了，怎么敢来找我？
一波嘞，不守了吗？这边1605。